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 Channel，我是竹子。那目前即将会踏入四月份哈，在全新的四月份中呢，购游戏中各种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变动都有哪一些呢？我们该期影片就稍微针对该一点先行来跟大家分析，还有分享各方面须知的一些事项，还有变更、更新等等的详情吧。好了，首先四月份第一个训练师们可以迎来的变动就是有关火箭队相关的一个特殊调查哈。从4月1日开始呢，全新的火箭队相关特殊调查，名为"远走高飞"将会开放。那训练师们参加本赛季的这一个购火箭队特殊调查，可以赢得超级火箭队雷达。然后呢，可以击败板木老大哈。那活动时间方面是从2021年4月1日的凌晨12点开始，截至2021年的4月8日星期四早上11点为止。训练师们一定要完成该阶段的一些限时调查，以获得超级火箭队雷达，然后来与这个板木老大对战哈。那另外，板木老大在不同的这一个时间段也会使用不一样的一些暗影传说宝可梦，其中包括就是暗影的极冻鸟啊、暗影闪电鸟以及暗影火焰鸟。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四月份的到来而有所变动的另外一个事项，也就是四月份的调查突破奖励方面。从2021年4月2日开始，然后截至5月2日为止，训练师们从调查突破中将会遇到的奖励宝可梦会变更为轻飘飘的雄性。另外，四月份的聚焦时刻方面又包括哪一些呢？4月6日的话有卷卷耳，然后奖励为传送宝可梦2倍糖果；4月13日为猴怪，进化宝可梦获得2倍经验；4月20日的话则有臭泥哦，捕抓宝可梦可以获得2倍星辰；4月27日为荧光鱼，捕抓宝可梦可以获得2倍的经验。再来，我们看看四月份训练师们会迎来的各种传说团战宝可梦方面吧。其中包括3月30日开始，截至4月13日将会迎来龙卷云的零售形态。然后继续下去的话，4月13日至4月27日则会迎来土地云的零售形态。至于雷电云的化身形态，将会在4月27日的时候重新回归。同样的，4月27日那一起回归的还有龙卷云以及土地云的化身形态。那基本上不管雷电云、龙卷云或是说土地云这三只的化身形态，到时候在4月27日重新复刻回归呢，其闪光版本也会同步开放哈。另外，目前已知四月份的超级团战方面又包括哪一些呢？那超级黑卢加、超级暴雪王以及超级雷电兽将会在团战中亮相，直至2021年的4月4日当地时间上午12点为止。过后4月4日开始的话呢，惊奇超级进化中的宝可梦将出现在超级团战。那这方面目前是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什么宝可梦哈，日后收获到更进阶的资讯，再次拍摄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超级耕鬼、超级雷电兽将会在4月5日的早上10点重新回归，然后会截至4月20日为止才会离开哈。至于超级妙幻花以及超级暴雪王方面，将会在4月20日当地时间10点开始出现在超级团战中。而四月份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四月的社群热方面相关的资讯，我们在昨日影片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那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哈。那如果有兴趣，或是说昨天没有查看我们新影片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先前来寻找昨日的这个影片连接来查看。
另外，官方日前也提及到，在4月份每周里面将会出现一些免费的礼盒包哈。那商店将在4月的每个星期一提供免费的礼包，那礼包内容其中就会包含了远距离的团战入场券以及其他道具哈。所以训练师们在4月份的每个星期一记得去商城领取一下这一些免费礼包。好了，再来我们看看四月份将会举办的一些全新活动，其中包括就是有GO的火箭队限时挑战。那活动是从4月1日开始，截至4月8日，完成限时挑战可以获得火箭队超级雷达，然后用这一个超级火箭队雷达来找出板木老大，从他手中救出这一些暗影的三圣鸟哦。我们刚刚开始有提及到，然后第二个全新活动有名为春意渐浓哈。那这一个活动时间是从4月4日开始，截至4月8日为止，其中包括戴着花式帽子的一些小福蛋啊、吉利蛋还有幸福蛋的出现率将会提高，同时还会有一些春季为主题的一些宝可蛋回归哈。另外再来的话，另外一个全新活动名为劲敌周，那活动时间是4月13日开始，截至4月18日，经常成队出现的宝可梦将在 GO 中登场。成队出现的目前可以想到的应该是正念牌牌、负念牌牌之类的吧。那这方面日后也是收获到进阶的资讯再次跟大家分享吧。还有地球周的活动哈，那活动时间是4月20日开始，截至4月25日。那活动期间其中包括破破袋啊、臭泥等宝可梦出现率将会提高。那友谊日方面的活动将会落在4月24日当天哈，和朋友一起体验一些崭新的活动内容。那最后的话则有提及到5月也许会有更多精彩的活动在等待各大训练师们，记得持续关注。那基本上4月份目前这一些全新的活动呢，只看到基础的一些资讯哈，那可能要等到活动前几天，或者说一个星期左右的话，我们才会收获到一些进阶资讯。反正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吧。那到时候我们收获到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事项，或者说进阶资讯，会再次跟大家分享的。好啦，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收获到即将到来4月份须知的各方面的一些全新活动内容还有详情，那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影片先差不多，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做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I will destroy you.